好，我们是新加坡瑞星创意华文中心，我是宋老师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《爸妈》，作者林富秀、徐老师，马来西亚红蜻蜓出版社出版。明明大，丽丽小。明明是哥哥，丽丽是妹妹。明明大，丽丽小。明明是哥哥，丽丽是妹妹。丽丽说，你是哥哥，我是妹妹。丽丽说，你是哥哥，我是妹妹。明明说，这是我的妹妹，这是我的妈妈。明明说，这是我的妹妹，这是我的妈妈。丽丽说，这也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们的妈妈，这是明明和丽丽的妈妈。丽丽说，这也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们的妈妈，这是明明和丽丽的妈妈。妈妈说，丽丽说得好，我是你们的妈妈。妈妈说，丽丽说得好，我是你们的妈妈。明明和丽丽说，我们有一个好妈妈。明明和丽丽说，我们有一个好妈妈。明明和丽丽说，我们还有一个好爸爸。明明和丽丽有一个好妈妈，也有一个好爸爸。明明和丽丽说，我们还有一个好爸爸。明明和丽丽有一个好妈妈，也有一个好爸爸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分享，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们哦。